安利格叉木皮 and Grey Crotchwood Veneer 是一种带有火焰纹理的黄色基底的木皮，通常被广泛用于设计、家具和装修行业。这种特殊的纹理使它在许多应用中具有独特的效果和影响。以下是一些相关方面的信息。视觉吸引力，安利格叉木皮的火焰纹理非常引人注目，给室内空间带来丰富的视觉纹理。它为家具、橱柜、门等提供了独特的外观，吸引人的眼球。独特性，这种木皮是相对罕见的，因此它的独特性可以帮助设计师和装修者区别其项目，这有助于创建独特和个性化的室内设计。温暖和舒适，安利格叉木皮的温和色调和火焰纹理为室内环境带来一种温馨和舒适的感觉，这使其在住宅和酒店等舒适性质上的场所中非常受欢迎。可定制性，这种木皮可以通过染色、发丝刷、镜面光泽等处理方式实现多种效果，以满足不同设计需求。这种定制性有助于创建特定风格的室内空间。高品质和耐用性，安利格叉木皮通常是高品质的，并且具有相对高的耐用性，这使它适合在家具和高度使用区域中使用。环保意识，确保安利格叉木皮来源自可持续管理的森林，以降低环境影响，这对于追求可持续设计的专业人士和项目至关重要。总的来说，安利格叉木皮的火焰纹理和黄色基底赋予室内空间一种独特的视觉吸引力和温馨感。它具有高度的可定制性，可用于各种设计风格，并且在高端家具、定制装饰和其他项目中非常有价值。它是一种能够为室内空间增添独特风格和特色的木皮选择。